ตัดเสื้อมาพักแล้ว想说为什么姐夫那个脖子上有点挂着一条绳子？啊，我不晓得哎，而且这样还比较方便。拿着，想拍就拍。手机不用一直放在包包里面，要拍还要拿去。哦。洗手匠，有更衣室，有竹柜，啊，有那个浴巾，都是免费的，但是他们要押金。啊，对，你们想拿一个钥匙，就换东西；想拿一条毛巾，浴巾，要给就是那个押金。什么时候弄完，就是还给他，他拿那个押金，还有押金蛋。那就蛋球嘛，那那那保管好。如果是那个蛋球，这个漂浮不是那个蛋球，对，就是压线蛋。压金的蛋。对，压金。还给他，他们会把那个压金钱还给大家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免费哈，不是不是什么。